嗨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今天是 NTU CGM， 它叫什么 ？DB 什么 ？DB 什么？不知道。DB 盒？算了，真的不知道。要开卡包才知道叫 DB 什么。讲重点，反正它就是很自制的，不是很香很香的一盒，听说是这样。很香的一盒，或者是你会变成王的一盒。还敢变成王啊？总之，我们有位朋友呢，今天要开三盒，那我们开始看他的表演。还敢看表演？看起来表演看起来，表演看起来。来，这边一共会有三盒，噔噔，两盒。请照顺序开完它。请开始你的顺序。好，请开始你的顺序。我们这边一共有三盒。好。然后像一盒好像是，哎、欸，我想一下，随便半钻随机，半钻随机，反正就两张，不一定出现两张金量或半钻，半钻可能不会出现，对，然后四张亮面就这样。你想要凑龙女仆吗？三盒好像还无法解决这些问题。其实没差，有一张有可能有一些不需要到三张的，然后你就抽到不会三张那种，就不会三张，然后第一张就反正就是那种就是。欸、就是没有银子啊！我看到他是龙，没有银子。你是谁啊？哦，他是那个龙的一家剑的王。哦，第一张出现了，竟然是王剑的王。王还敢当王啊？你要当王吗？王的支配剑王。哦，王起来！连斩机，白斩机，白斩机来啦！白斩机。白斩机其实有梗吧，我觉得应该靠背。看，这盒是王盒吧？王的袭来，还敢袭来啊？王要冲过来啦，王来找你啦，总要来找你啦。哎，并没有。王的袭来了，哎，王要来了吗？还敢接受统御啊？接受起来啊！王总是要说话。看我发没差了。可以打啊，这个其实是可以打的啦，说实话。是啊，反正就抽抽看。抽一抽，看哦，看哦。哦，哎，换子力空母，复刻不是吗？其中这盒复刻是超再一生，换子力空母，暗的那个暗黑界的曲影，还有谁啊？啊，打草精神啊，还有什么超再生跟打草精神啊？然后还当什么？还有超再生打草精神，郡主啊，郡主，郡主，玛丽巨蜥，玛丽巨蜥郡主，听说是曾经的炮牌会使用的东西。光的王啊，王又来了，不当王啊？又要当王了吗？从容的男人，太王啦！然后快斩机是普卡，莫名其妙。然后在这个、啊，对啊，哦，碎断呢。看起来应该是这一弹勉强可以用的卡，还行啊。书卡，还有梗的是在书卡好吗？好啦，自己知道这盒叫什么，叫做王的礼盒。王的礼盒，还敢当王啊？当王喽！王起来，没有王的一个检查啊。可以开三盒就当王了，快快快，开三盒的王。嗯，这么多张啊？六张啊，六张合理啊。哦，不对，所以是一斤五量。一斤五量啊，看起来就是这样。哦，我以为是两。那有机会，其实有机会三盒搞定呢，说实话。对，有可能。好，好，各位，一斤第一盒一斤五量，我们看看有谁。一堆网，一堆网。哪些朋友们呢？嗯，对，这些朋友们，第一盒就这样，有剑的王，王的袭来，光的王，死的王，铁的王，还有延展机一张。嗯，都是王。第一盒太王啦，各位都是王。打草精神，打草精神来啦！还敢打草啊，精神！这次有磕这张，暗黑界取影，估计是为了什么而磕的？危险 ！Danger！ 好悲嘞，干！这盒好像也是王，这盒好像又是王。印象中这种的，好像抽起来都上次都是从魔女工坊，这次就抽起来就都就那个，如果一张是王，通常其他通常都出。我的也是啊，半装好。还不错，半钻可是王的半钻，要特写一下，它叫什么冰之王还是水之王？对不起，我日文不好，大家看看就好，反正就这张啦，就这样，好，自己知道是谁。水啊，随便，我也不认识他们，说实话。不重要，重点就是王啦。王桥，龙女仆，哦，龙女仆，哎，这样内插一张龙女仆，
它可以跟蚂蚁融合吗？不是吧？剑皇为什么不是剑皇呢？看起来跟剑皇很像啊。剑皇，剑皇是黑巫。剑皇，那很强的，其实这样魔法感很强的。有本就可是不是真人就是。可惜就是，哇，也不知道真人他们家比较适合堆木吧。就大概是这样。大概是这样。好啊，这盒却判定王婆，王又来找你了。你看王啊。没有王的，都没整机耶。有啊，跟我们说一张的整机吗？对，那张不算啊。你要四星整机吧？不啊，那张就不算，那张没什么。还差一张吧？我看红布好像两张都是亮的。不知道，不然我刚才都没看到，应该两张都是亮。嗯，没注意到，总之没看到。总之没看到。那就先这样。好，又斩机了。那这盒，对啊，这盒就少一张。啊，这盒结束了。对，结束了。这盒连上是结束了，那我们看看这盒战机叫什么呢？还是王河，还是王河，王河之余送你一张女仆。还有一张龙哎，哦，一张 哦，所以半段是附赠的意思。你各位，所以这是半段是附赠的意思啊。送你一张，送你两张龙女仆，就这样，三张王，一张斩机，四张王，对，四张王。当王啊，其实是三张王啦，附赠送你一张半钻啦，大概就是这样啦。大概就是王，大概就是王河，当你是王河就好了。王龙，好像没办法。那就先这样，那就先当了。红的袭来，红的袭来第三盒。那看第三盒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？超再生，超再生之力啊！对，超再生有复刻。传说中，叫你放的意思。传说中第一台湾第一任世界冠军叫再生皇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超再生之力超六张。讲古时刻，喂，讲古时刻。第一张好的开始，他叫龙女仆的魔法卡又来了。这个会什么盒呢？完全没有研究龙女仆的魔法卡的效果。看怎么是跟刚刚那盒像？你又来了，是该不会跟刚刚那盒长得一样？你好，就一样有两只龙，其他都是我。不知道哎，反正我们继续看下去吗？对，那没有，今天还没出来，说不定有龙女仆。对啊，这我都不知道。龙，这跟刚刚那盒一样。不错，收起耶，这少一张，少收一张的意思。对，就跟刚刚第二盒长得很像。嗯，切重点，继续开。哦，对了，就刚刚他讲八星，没什么用。哎，这个和女仆盒看起来是这样，一堆亮面女仆，莫名其妙，怎么抽？送你半段是送的，其实所以是半段不准，画忽略。没有啊，没有半段送，一堆半段送你的。所以是半段不算正常配乐里面。所以基本上是要略过他，他是哪一盒？一金五亮，他是哪一盒不重要，他哪一盒跟钻没什么关，没有直接关系。对，一金五亮，所以刚刚是混合盒，哎，这盒有点肥，这盒就一堆臭臭的东西，自制的盒子，很自，很自，我看三张掌机，收起了，恭喜你，干嘛要整三张掌机干嘛？收起啊，敢收起？还敢收起啊？还不收起啊？打草惊蛇。直接卖掉还收起龙，哎，恭喜你，最合适的。噔噔噔，嘟嘟噜，嘟嘟噜，嘟嘟噜，这盒还不错，恭喜这位朋友中了一个，他是谁？反正我也不认识他们，就是一个龙，粉红龙，粉红龙，又是你，变身，他们是一对啊，一对宝吧，好像是一对宝，红龙，好。红色的龙，红色没有，它不是龙。红色的龙，女仆，绿色的龙，魔法卡，你又来了。好，那今天其实开盒算 OK， 还行，感官半钻，虽然还是很问号。好，那今天直播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。